Why not teach me Chinese? Why not? Last time, we'll teach you Chinese. 你好。Repeat after me. 十。下面还有一条狗，它呀也不在自己的圈子里面好好的待着，非要跨间来做点别的事情啊。我们可以这么说它，那就是健身界的小狗。跷跷板的这一头坐的是小朋友，另一头呢？咦，居然是只小花狗。看着小狗这么投入的样子，怎么样？有点意思吧？主人崔先生告诉我们，小狗名叫洋洋，平时啊就爱和这些健身器材玩，而且常常玩得不肯离开。其他狗儿啊，如果一上来过啊，它一般它都害怕，有些害怕，有些一晃动它都往下都掉起下来的意思。哦。它不会享受的，我们的洋洋它是享受。由此，崔先生外出锻炼也就多了一个伴儿。时间一长，洋洋的本领也在增加。如今啊，人家可以玩转很多种器材了。崔先生说，自从他和洋洋一起健身后，他们俩都没怎么生过病。崔先生说，他要的健康就是这种身心的双重快乐。This Chinese character means 10 in English. This is its syllable, 十. Repeat after me, 十. 十。